带来好东西，帮大家开运招财兼加薪，厉害了吧？我拍手拍了这么久，能不能先送给我？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送我啊？待会录完你，那我就不用抽奖了，那我就带走了。那大家都不要抽喽，谢谢啊，拜拜。不要不要，不是这样子哦。我先跟大家介绍这个，今天要抽什么？今天要抽两个东西，这东西哪里来的？第一个，我从那个台北圣心天后宫。这是在南港一个很有名的妈祖大甲镇南宫的分灵、哦、所以是傣嘎嬷，傣嘎嬷有过过香炉的这个貔貅，因为我今嘛底下做员工哈，我欢迎来参拜台北圣心天后宫、嗯，我们四月份有妈祖诞辰法会，欢迎大家来参拜、哦。那我们送什么？这是开运的貔貅。那为什么说貔貅招财？因为貔貅这个神兽呢，它呢是没有屁股的，所以呢有进没有出，无进无出啦。所以说呢是守财，招财加守财，这是开运貔貅。那是得赛，什么什么赛？尊重、尊敬、尊敬，好不好？不能乱讲，尊敬啊！这个是不能乱讲，不能乱讲。这个是貔貅，好，我们送这个开运的貔貅，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开运品。另外呢，送什么？送手环，这个手环呢就是狮子手环，它这个手环很漂亮，可以戴起来，这也是招财开运手环。所以就说我有这个貔貅，我有这个手环，我在今年2022年的这金虎年之时，我就会发大财了吗？没有错，这个庙呢有在结缘，这个一个880块。我想问有几个颜色？这个手环有四个颜色，四个颜色代表四种的不同的，比如说你要求事业的啊，有求财运的，求爱情的，像这个啊是求就是爱情姻缘的，都有它四种，但是呢我们呢就不指定颜色，好抽到就随机随缘。哇，那随缘也好哎。我们呢今天会抽出呢一个貔貅的幸运观众，嗯，一个手环幸运观众，这都是呢有拜过妈祖、过过香的呢，给大家就是保个平安。那另外来加送什么？加送这个是，这是我们的钱母，钱母，好，这个是钱母、哦，对，钱母，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大甲妈祖的，我们圣心天后宫的这个香火袋啊，刺绣版的，非常好。那我想说，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眼神？对，好想要，对不对？好想赶快，钱母还是钱母？他想要爱情手环。哇！楼歪了。这个爱情手环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它会帮你保守秘密啊！真的假的？就他爱上你。楼歪了，我要女的。对对，不是的，来，大家，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听到的这个李奇岳的提供的这样的好的礼物，大家一定心里面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想，尤其在这金虎年之时，总要有人平安，有波饼，能够发大财，能够万事顺利。刚好这时候才刚开这个新的一年开春之时的时候，大家都期待，对不对？好。我们要公布怎么样来得到这个礼物咯，切记切记，当我们这一集的新闻龙卷风正在播出的时候，那旁边有一个是留言板，那另外还下面有一个是留言区，聊天室是即时在跑的，你是要在底下的留言板的留言区地方，你要写说井号我爱新闻龙卷风，再听一遍，打个井号啊，井号我爱新闻龙卷风，到时候呢我们的小编就会开始去看里面有谁留了这些字眼，留了字眼之后我们就随机会抽出两名幸运者，这两名幸运者我们就会在下个礼拜的新闻龙卷风里面的节目当中公布出来，那当然公布以后呢，再来就是你中奖者就用私讯方式来到我们的新闻龙卷风的粉丝页去跟我们的这个小编联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好的这个礼物奖品寄给你，期待不期待？好期待，对不对？要提醒一下哦，一定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天天要做。哎，做了以后还要切记哦，就是要有留言，你留了言之后呢，这样子才会有机会把你给抽出来哟。期不期待？期待的话，继续锁定我们的新闻龙卷。